哎，你真正喜欢过的人，其实在见面的时候你还是会心动。你说你已经放下他了，那你加一下他的好友试试。你说你不喜欢他了，那你靠近他一点点。你说你很烦他，那你听一下他的声音。哎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你还是很喜欢他。